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同志；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同志；中央委员会主席万鄂湘同志。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万历俊同志发言。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同志们，朋友们，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